果為咗條女，你唔理班兄弟？你咁做即係推個女仔去死。要我犧牲個無辜女仔上位，我做唔到。前港姐蔡思贝最近荣升无线的当红巴旦，今年29岁的她孭住两部重头剧《使徒行者三》同埋《踩过界二》冲击事后宝座。Sisley 唔单止事业得意，爱情一样如鱼得水，同胡鸿钧的感情一日千里。最近仲获得男友的家姐借出跑车俾佢做代步之用。Sisley 自从2016年同麦秋成分手之后，先后同洪永成、余德成、张震岳、黄浩信等都传出过绯闻，直到2019年12月被我哋踢爆胡鸿钧对佢照顾有加，又车出车入，因而爆出恋情。近日胡鸿钧更加向家姐 Sharon 借咗一部名贵跑车俾 Sisley 代步，方便女友嘅出入。可见 Sisley 已经成功融入了男家了。日前就见到 Sisley 揸住呢架帝虎战车频频出动，仲将战车泊在自己屋企对面的停车场。落楼拎车的时候仲着住性感低胸背心，相当之风骚。全黑战斗格打扮的佢更加吸引了不少街坊停低拎起手机影低呢幕香居配美人添。唔知 Sisley 着得咁靓，系咪赶住去见男友胡鸿钧呢？